本期视频将为您介绍 Insta360 Ace 系列相机如何连接手机。点按电源键，抬起相机，确保手机的 WiFi 和蓝牙已打开。打开 Insta360 App， 点击图标，根据界面提示，将相机与手机进行连接。首次连接时，需在相机屏幕上点击确认连接。如果操作无法成功，请在手机的 WiFi 设置里找到包括 Ace 名称的热点，点击输入密码88进行连接，然后再返回 App 重新连接。如无法连接 Insta360 App， 可根据以下原因进行排查。